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这一期的《我爱发明》，我是主持人陆博。大家都知道，每一项发明呢，刚刚诞生都不可能十全十美，它需要一个改进和研发的过程，才能使它发挥更大的价值。那么今天的第一项发明呢，就是汽车防撞装置。我们来看看这个防撞装置是如何保护汽车和驾驶员的呢？一起来看一下。他叫贺亮才，今年60岁。别看他年纪大，他很喜欢惊险刺激的撞车游戏。虽然他是农民出身，小学只有3年级文化，但是却很喜欢和大学教授、汽车专家谈合作。他曾经冒着妻子离婚的危险，投入了几百万元搞发明。他自己开车去搞碰撞试验，不低于100多次。他的发明就是汽车防撞系统。那么，这个汽车防撞系统究竟能不能保护驾驶员的安全呢？要想真正体验到保护器的效果，真人碰撞这一关是必须要过的。动物它比起代表不了人，你譬如那个环球云吧，首先它是动物，到以后还是人。他左思右想，还是决定要自己开车去撞停在前方的大货车。他准备好了一辆新车，并且决定要尝试一次40千米时速的碰撞。我们看得出，这一次他又是认真的。我有100%的把握。100%的把握啊，对，急速车万一，你想每年要死去好多的交通事故的人，即使我死去了或者是受伤了，我后人呢顶着的一次也值。话虽如此，为了保险起见，我们还是替贺亮才约来了120的救护人员，并且当场给他量了血压。视野前的气氛很紧张，周围看热闹的人也渐渐多了起来。我们人哈骑自行车才15码，如果说假如说有个东西撞上去的话，对人造成的伤害都是很大的，比如说是30码，是不是？对，没什么信心。太疯狂了吧，有点。应该对身体还是造成很大的伤害的。他既然敢上去吧，应该他有他的道理的，是吧？我觉得他很勇敢。对于结果的预测，大家众说不一，唯一相同的是，大家的心都悬在了嗓子眼上，我们的记者也很是担心。您现在真的决定要真人去碰啊？已经做决定，马上在真人碰上。我们给您准备了头盔跟这个护腕。不用，如果说是保护器不能够起作用的话，哪怕是头盔啊什么东西都起不了作用的。你们要做好充足的准备。对，今天这次那个实践的话，我们根本就第一次看过。我们呢也找来了这个医务工作者。谢谢，他们是白来了。白来了。对，您确定？确定。用不着他们。用不着。好吧，好，我们也希望用不着，好吧，好，加油啊！好，加油。Okay. 要不然走开啊！贺亮才开着装了保护器的车子，以将近40千米每小时的速度撞向了前面的大货车。没事，真没事。你真没事。没事。真没事。哎，不要紧嘛。不要激动。首先有没有什么致命的这种？没有。骨折啊什么的这种情况？没有。我怕他是自己，因为他高兴，然后自己撑着。没有。可能没有。没事啊。如果是有啊，不说啊。就是你是我自己的，不是人家的。对。这都没有。初步检查一下，还是没什么事。还是没事。没事。从回放的视频中，我们能看得出，虽然有些紧张，但撞车的瞬间，贺亮才并没有丝毫犹豫。而整个过程中，保护器也确实为此搭便器，发挥了不一定的作用。贺亮才情绪十分紧张，碰撞试验做过好多次了，但这绝对是最紧张的一次。幸好我们看到试验结果还是很理想的，车辆自身没有受到大的损害，而贺亮才本人看起来也并没有受伤。
这次试验有惊无险，保护器的效果还是不错的。但事情还没完，贺亮才是喜欢挑战极限的人，显然我们提出的要求已经不能体现他的最终意图了。他还有更加令人吃惊的想法。在撞车事故当中，有一种碰撞是最具有杀伤力的，那就是两辆行驶中的汽车相对碰撞。据一次科学实验证明，当两辆车同时以50千米每小时的速度正面相撞时，所产生的巨大能量足以让两辆车完全报废。是的，您没想错，贺亮才真的决定这么做。显然我们没有条件实现无人驾驶，于是他依然选择自己离开。而这一次他还说服了贴身跟着自己多年的徒弟来助阵。行动上支持他吧。当然不能开始，他要给两辆车都安装上自己的保护器。然而在这种极端的情况下，保护器还能那么保险吗？哎呀，你比较可以。他既然有这份信心，我也会信心。作为旁观者，我们都挺替他俩担心，还专门为两人协调了头盔、防弹服等保护措施，希望能在关键时刻起点作用。当然，一直守候在旁边的救护车丝毫不敢懈怠。你确定等会儿要撞？确定的。用多少公里的时速？30公里。30公里啊，加起来是60公里。两辆车撞在一起，这个能量非常大。对，但是说我有保护器，你不用怕，它能够消除能量。你现在停止的还来得及，现在还没停。不停止，因为我们要把这个工程不会不会的。其实多尔担心心里有愧，于是我们只好在旁边祈祷，不管保护器效果如何，都希望他们平安无事。都做好了准备工作，而周围围观的群众也都躲到天窗里。显然，他们很清楚这次试验的危险性。一定要注意安全，祝你好运。好，谢谢谢谢。没事吗？没事没事，没事呗。没有没有没有。人没事吧？人没事吧？你不听听看这个东西怎么卖掉了？这怎么了状况呢？姐，你人没事是不是？没事。这个东西已经到了呢，这里都是用的，这都是动力肯定都是提升能量的。如果是没有保护器，我跟他肯定是血汗人伤。我看你人都在哆嗦，很紧张吧？这肯定有一点了，这么高的时速呀，不紧张是假的。这个心脏是有没跳的，因为这时速太高，那肯定跳。我这人是喜欢拿着生命冒险的。哎，你这太危险了。还好有惊无险，虽然我们看到回放的视频里，两辆车实际撞在一起的速度不是很快，但这样的举动已经让人后怕不已了。经过这么多次碰撞，贺亮才对他的保护器算是心里有数，但他还一直有着另外一个梦想，那就是能到国家重点实验室去做一次碰撞实验。他认为要想真正看到保护器的实际效果，自己用土办法做的实验还远远不够，他需要更专业更科学的对比数据。贺亮才看上了湖北襄樊市的国家汽车碰撞实验室，不过苦心费尽周折，才终于求得了一次机会。然而，还有个更重要的问题，要做实验，就必须准备两辆一模一样的全新汽车，再算上高额的实验费，这对贺亮才个人来讲，显然不是一个小数目。这行也要几十万的嘛，还有搞了这个方面以后，把这个几十万都还弄掉了，还欠了几十万了。贺亮才犹豫了很久，可最终还是决定要不惜一切代价试一次。他买了两辆完全一样的全新坦克车，并给其中一辆装上了他的被动装置，开到实验室。我看你这车还挺新的哈。啊，对，是刚买的不新车。刚买的新车呀。啊，对。
您自己花钱买的呀？对。哦。矿场一响，这是没有没了。对。不舍得呀。嗯，心里肯定是好心疼的，但是说呢，要不要就是带这个收据？嗯。舍不得这孩子套不了狼，所以我就只能说呢。您还是想离开的。行，那现在咱们把车交给试验员。啊，对对。就你就再也要不回来了啊。啊，对对。你决定好了。决定好了。不后悔啊？不后悔。好的，好的。嗯。何亮才毫不犹豫，把自己买来的新车交给了试验员。专业实验室对贺亮才发明的被动保护装置做对比试验，贺亮才看起来胸有成竹的样子，普通车辆编号 F43， 统计速度50千米每小时。吉普真是刚才砰的一声吓了一跳，对对对，吓了一跳，一跳呗。啊，吉普没有了，人家的轮胎都不能够用了，轮胎都歪了。啊，对，轮胎都不能用了。没想到就撞了，前面真的是惨不忍睹啊。对对对，这是意料之中的，意料之中的。对对，这就是50千米每小时的车速下，一旦发生车祸可能会导致的后果。我们看到车子的前半部分几乎全部被压了下去，发动机、水箱全部损坏，连最关键的驾驶室也变形了。同样的皮卡车，来看看装了保护器的效果。检查门开启了，贺亮才的心情显然没有之前那么轻松。加装保护器车辆，编号 F544，碰撞速度50千米每小时。紧张吗？紧张。啊，那这几期我就拔着车了，怎么不紧张了？几秒钟的事儿啊。啊对。车辆以50千米每小时的速度冲向了障碍壁。过来了。从回放的视频对比中，我们不难发现，装了保护器的皮卡车车头位置的变形幅度明显变小，而一定程度上对驾驶舱的安全空间也有着更好的保障，对于保护车子而言确实发挥了一定的作用。实际上，贺亮才设计全套装置的初衷是要起到双重保护的作用。被动保护器是将碰撞造成的伤害降到最低，而主动部分的作用就是不能让车撞在一起。两辆车以120千米每小时的速度通过，一旦前面的车辆紧急制动，装了保护器的车子会自动停下来了。我们在无人状态下验证这个车是否有自动的刹车。当障碍车辆逼近时，刹车踏板确实自动采取了刹车措施，并且是柔性的点刹而非急刹车。汽车保护器主动部分销售8000到10000元不等，现有厂房已具备生产能力，随时等候市场检验。今天的贺亮才依然自信。防撞装置在小汽身上的效果非常好，放在大汽身上效果会是否和小汽身上一样呢？为了验证这个防撞装置在大汽身上的效果，贺亮才准备了另外一场验证，到底效果如何呢？我们去现场看一看。贺亮才的汽车防撞系统经过了多次小型汽车的验证，这一次他决定用大型客车来碰撞试试。在日常道路上，大型客车也比较常见，它的车身重量重，同时载客量多，如果发生车祸造成的破坏力也比普通汽车大很多。贺亮才联系到了一家制造校车大巴的厂家，与他们合作进行碰撞试验。
这次要做的验证一共分为两个方面，首先是验证主动防御系统。主动防御系统依靠红外线感应障碍物，如果发现前方有障碍，就会启动刹车装置，避开危险。贺亮才打算用安装了防撞系统的大巴和一辆中巴模拟一次高速追尾，首先让中巴快速行驶，大巴则紧随其后。等到中巴开到设定好的目标位置后，采取紧急刹车，看看它后面的大巴能不能靠防撞系统自动刹车，避开追尾。哎，老贺，刚刚这是在检查刹车呢。啊，对，检查刹车。那你们现在这个主动防御系统检测了怎么样？啊，检查非常正常。啊，都一切都正常。啊，一切都正常。啊，那待会儿下午了，你觉得会防撞的效果会好吗？肯定好。肯定好，一切都没什么问题。一切都没问题。这个危险验证的司机正是贺亮才的儿子和儿媳。一切准备就绪，验证这就开始。而为了证明司机没有人工刹车，我们让司机在脚底沾满了白色面粉。如果司机脚踩刹车，那么刹车踏板上就会带有白色面粉，由此来判断刹车究竟是人为还是依靠防御系统。准备开始。哦，来了。准备刹车，准备刹车。刚刚刹车刹的急吗？还平稳吧也。还比较平稳，身体没有撞到什么的吧？没，都没事啊。我看您那个刹车板上面没有沾到白粉，没，整个过程中都没有踩到这个刹车板。对。贺亮才发明的汽车防撞系统，很轻易的就让校车从高速行驶中停了下来。新发明如何从幼稚走向成熟？发明人怎样用实力证明自己？不断挑战，他们能否再创辉煌？请收看《晚发明》，发明欢乐会。怎么样？没事吧？没事。刚刚刹车刹的急吗？还平稳吧也。还比较平稳。身体没有撞到什么的吧？没，都没事啊。我看您那个刹车板上面没有沾到白粉，没，整个过程中都没有踩到这个刹车板。对，它这个反应比那个人的大脑发快，你看一下就知道了。它是那里，是那里它这个。看位置的话，应该在这个位置，它就已经感受到了那个，你看呢，这里、在这个位置已经感受到了几米呢，已经就从这儿开始有了刹车的。啊，就开始感受了。啊，真正是刹车的话，几米停了。那等于离那个车差不多这有20米了吧？啊，对，离前面的车20米，他又感受到这个车了吗？啊，对，他这、就开始刹车了。啊，开始刹车了。啊，他这停下来，他经过刹车，慢慢一下就把它停下来，是在刹车的逼。他这个刹车不是一个急刹车吗？不是，是什么样一个刹车？他是这样，这慢慢的下去的。是算点刹车吗？啊，点刹车。对。所以说他这个路上的痕迹也不是特别重。啊，对。这次的验证成功了，但是接下来要做的是更加危险的被动防御系统验证，即碰撞验证。我们这次验证的被动防撞系统
包含保险杠、梅花状胶囊螺栓、刹车电机等重要部件。运用螺栓挤断的动力学原理，在发生碰撞瞬间挤压160颗螺栓，断裂的螺栓就能够消除能量，同时自动熄火和刹车。在中高车速下，将碰撞所产生的冲击力于大约0.05秒的时间内予以消除和转移。但是这些都是用小客车来检测碰撞系统，我们这次使用大巴，会有不同的结果吗？除了追尾验证中的校车，贺亮才又找来了一辆废旧大巴，这一次要用两辆大巴做一个碰撞验证。我们选择了厂里一块空旷的地面，把废旧的大巴放在水泥地面的边缘，场地的另一端则开来了熟悉的校车大巴。你好，你好，待会儿就是您来驾驶咱们这个车来做这个碰撞测试吗？对对对对。待会儿咱们拿这个车来撞的话，您打算开多快的速度？哦，大概估计像这个车这个距离的话，只能开到4到50迈。4到50迈？嗯。啊，那这个速度也挺快的呀。这个速度是不慢。对，那你怎么敢上？你不怕这些会造成？那我就豁出去啊！豁出去。啊。你觉得那个两个大巴相撞会出现什么样的结果？觉得两个大巴相撞的话，一定那个场面会相当的刺激和火爆的吧？我觉得应该会挺危险的吧？那个车子估计会飞出去蛮远。验证即将开始了。虽然采访时老李表情自然，但坐上了驾驶座，他的神色也变得凝重了。大家请准备，开始。没事吧，老李？没事。来，贺总，咱们先看人。啊。没事吧，李总？没有，就两个膝盖稍微碰了一下。没事吧？没事。不容易、啊。速度可以吧？速度可以，速度非常快。50多公里，60公里的速度。看前面这个。啊，前面还是挺快。啊，这是保险杠双离变装。这个保险杠完全缩进去了。啊，对。其他的，它的吸的效果挺好的。能看到螺钉吗？看到。现在螺钉有掉下来吗？啊，螺钉在里面，它不会掉下来的。没掉下来吗？对，它是在里面钻去的。这个损伤算大吗？这不是什么损伤，这是正常的。这么快的车的，如果是买种保护漆的话，那就叫做车毁人伤。咱们来看车里面。完全都没有受到任何的损伤。所以刚才那个驾驶员说他刚刚没有感觉到特别大的。哎，对。安装了防撞系统的校车甚至还能发动起来，我们这就将大巴开进车间，看看防撞系统的螺钉究竟变成什么样。切割，这车上切不得呢，这里有，哎，有掉下来了，啊，对，它夹在这后面的，你一拨就掉下来了，啊，对，两口三口，这样一口夹在这里，哎，可不得了，上面有8、9个弯曲的，啊，对，然后掉了几个，掉了这里4口，几个，1、2、3、4。
四个，一共四个，一共掉了四个。啊，对。等于刚刚这个碰撞过程中，差不多有十个左右的螺钉。哎，对对对。切割了。啊，切割了。那等于是发挥了这个作用。啊，发挥了作用。看来这个汽车防撞装置确实可以有效地保护驾驶员和汽车。那么接下来这个发明呢，也是可以拯救生命。当遇到火灾的时候，这项发明可以帮助遇险人员从高楼迅速逃生。这是怎样的一个发明呢？我们一起来看一看。严军，武汉人，他是一位设计逃生设备的专家。他与逃生设备结缘的方式很特殊，他曾经为歼十战斗机设计过逃生设备，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技术水平。但是从那以后，他更希望设计一款民用的逃生设备来拯救更多人。严军想要发明一种缓降设备，通过它，人们可以从高楼上迅速逃生。但是缓降设备设计起来并不容易，这是国外一种缓降器使用的视频记录。一名缓降器突然失灵，使用者直接从十几米的高度摔到了地面上。看到了传统缓降器的缺陷，严军决定设计一个更加稳定安全的逃生装置。凭借自己设计弹射座椅开伞控制器的经验，历时两年，他终于设计出了一款全新的缓降器。它与普通的缓降装置有什么区别呢？事实上，传统的缓降器都使用了一种叫做离心机构的装置。这个装置外侧安装了2到3块橡胶垫，在下降过程中，绳索会带动它旋转，而旋转产生的离心力让橡胶垫自然向外运动，压紧缓降器的摆臂，从而产生摩擦力。不得不说，这是一个非常巧妙并且符合科学原理的设计。为了验证缓降器的作用，我们在一座6层楼高的建筑物上对它进行测试，并且安装上传统的单人用缓降器作为对比。原先生，我们来对比一下。行。啊，你看，我是准备了每边5个人，然后呢，让他们同时从3层往下滑，做一个对比。对，4次跨。您估计的话，会有多快？能宽多少？估计会有一倍的，提高一倍。提高一倍。那我们待会儿看一看。好。嗯。很快。两人都已经就位，安全检查无误后，只得一声令下了。他们两个还没有落地，面试缓降器上的第二个人都滑了下来。反观左边，这个人还在等滑上来的安全带。这个链子逃生器呢，可以不停地连续的从一个口操作，但是呢，缓降器呢，必须等着一个人下去，等那个绳头上去，你才可以操作。只要我有这个链条，只要我有缓降器卡上去就可以。对对对对对。看来它还是达到您设计的初衷。应该是吧？应该是吧？嗯。事实上，严军设计链式缓降器的一个重要初衷，就是让多人同时缓降。为了验证这个问题，我们就模拟这样一种逃生状况，那就是6层楼，每层都有一个被困者，那么他们能不能在最短的时间内都逃生呢？5个人
顶层，但他们都分别把自己的减速器固定在了链条上。接下来，他们将在一声令下，同时开始缓降。五个人就全滑下来了，很顺利啊。是啊，这个链条啊就像条高速路一样。嗯，这样呢，这个减速器呢就像那小车，在滑的时候呢，只要不撞车，下楼的速度都非常快。您说的这个缓降器确实是效果不错，但是它只是试验于几层楼的高度，能否真正用于真正的高楼呢？又有谁敢去冒这个险呢？我们来看接下来的片子。联军想要证明自己的缓降器可以应用在高层建筑上，他决定做一次高难度的挑战，找一幢30层左右的高楼，从100米高楼上进行缓降。您这边准备的怎么样啊？准备的非常好，现在就是有一点点吧。联系的高楼啊，还没落实下来，可能这两天我等电话。然而，就当联军在做最后调试的时候，他一直在等的电话，却粉碎了他所有的期望。喂。对安全的担心，最终还是让大楼的管理者拒绝了联军的要求。做个事情真难，做个事情真难。没有场地就无法进行验证。我们的发明人接下来要何去何从呢？再想想办法，我再看看，明天我再去努力吧，看看还能不能再找那个其他的吧。第二天，我们再次见到联军和他的团队，他告诉我们高楼还是没有着落，不过他想到了一个替代方案，他认为这个方案在表现力上绝对不输给从百米缓降。像这样的承载链呢，怕火烧，只火烧有火会烧它，但是能不能用呢？我们等一下呢就把它抽到楼顶上去，我们用火烧它半个小时，烧它变完颜色，我们同样呢让它呢按照我们的要求8个人滑下来，我们呢会把我们这个减速器扔在这个泥浆桶里，你们看看这个泥浆桶。为了增强在例如多风多沙地区使用的可靠性，联军对缓降器内的每一个齿轮都进行了一种独特设计，试图让它们在卡进杂质的同时依然能够咬合精准。这个泥浆桶的浓度是现有的军用产品这种浓度都是不敢做的。联军自信地告诉我们，国外的传统缓降器根本不敢做类似的试验，既然联军拿出了杀手锏，那么我们要做的就是用最真实的镜头去记录这次测试。联军设计了一种加强型链条，理论上这种加厚加粗的链条可以承受500度的高温。先把那个柴油倒进去，把柴油倒进去，这个柴油来倒进去，对对对对对。相比汽油，柴油燃烧产生的700多度高温才会真正考验这根链条的强度。如果一栋大楼发生火灾，挂在外面的缓降链条很可能就会被大火灼烧，联军希望用这样的方式向大家证明自己缓降设备的安全性。这至少是在这种恶劣的情况下才可以照常的保证逃生救命，照常使用。我看天下没人敢这么做。半个小时过去了，火势依然凶猛，这时联军的脸色也发生了变化。
现在的温度比我预计的要高，现在的温度。把这个东西，把那个东西拿出来一蒙，把它一盖，把那个，哎，对。看着这根火烧火烤半小时后的链条，我们全都惊呆了。那就往下放链条，来来来个人。联军的极限试验的第一步已经完成，下面就要缓降器登场了。这九个缓降器在泥浆里泡了半个多小时，它们内部的每一个空隙都被泥沙填满了。这样撑到打铁，来。您是要第一个滑啊？来，对，我是第一个滑。虽然有保险绳，但是如果缓降器被卡住或者链条突然断掉，后果也将不堪设想。可以了，咱们注意安全啊，一定注意安全。我先滑，大家看着啊，这个手一定要抓绳啊。联军满身泥泞的顺利落地，这给了后面的人莫大的信心。九人连续缓降，链条持续承载了四个人的分量，联军的发明正主演着一部惊险大片。这是最后一个人了，现场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了他的身上。最后一个下来，啊，成功了，我们成功了，我们这个发明是世界上最好的。被700多度高温灼烧了半小时的链条，被泥浆灌满的齿轮，他就用这样一个超常规的极限测试，证明了自己发明的可靠性。虽然这次测试成功了，但是他心中的那个结却还是无法解开。高楼一定要有高楼，他觉得只有真正从百米高楼跳下去，才能向自己、向所有人证明他的发明。也许是他的执着感动了别人，就在我们拍摄期间，联军终于收到了一个好消息。车一拐弯过去，我们就可以看到这栋楼了。哎，这个呢是我的一个朋友，他住在25楼，大概有80多米高。来来来，你马上就可以看到，就这栋楼。来来来来，看看来。就这栋楼，哇，好高啊！这个楼，从楼顶上下来。这是一栋高25层、近90米高的居民楼。这楼在底下看够高的。是有一点，走进来看确实还有点恐怖，是有点高。这里的管理方虽然同意他来缓降，但也只是同意了他一个人。而且只给了他半个小时的时间，这样一来，布设百米高度的链式缓降器就不行了。联军决定用他的单人缓降器来完成这一次挑战。这个和多人缓降器有着相同的机械结构，也有着良好的可靠性，但是这里是90米的高度，在这里缓降器必须做到绝对的可靠。哪怕齿轮咬合出现一点点的偏差，我们的发明人都将深陷万劫不复之地。哎，好了，准备好了，准备好了。哎呀，瞧您这一头大，这还是害怕吧？害怕肯定会有一些，很正常的嘛，第一次嘛，毕竟是第一次。
这个时刻呢，我还是把它记录下来，让大家呢都能看到我的当时的真实情况。今年已经60岁的他，马上就要向他的梦想迈出那关键的一步。下降已经超过了20米，有节奏的摩擦声似乎说明缓降器目前一切正常。联军每下降一米，我们都会紧张一分。缓降器内部的情况，我们更不得而知。而我们唯一能做的，就只有等待。太棒了，太棒了！自己设计的东西动得很轻松，没什么感觉，好像下楼梯一样嘛。我设计的发明比老外强。接下来这个发明虽然不能救人于水火，但却是可以使人终身受益。它是一种练字的字帖，据说拿这种字帖练字的孩子都可以写一手好字。那么这个字帖究竟和其他字帖有什么不同之处呢？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。他的名字叫黄若东，是四川广汉的一位书法老师。在22年的教学生涯中，他寓教于乐，与学生们建立了很好的师生感情。但是作为书法老师，他也有着不为人知的苦恼。他经常会发现孩子们的一些书写错误，但是因为学生数量很多，很难一一去进行纠正，所以他就想到发明一种字帖，让孩子们在练字的过程中及时发现自己的错误，并自主进行纠正。受到朋友画工笔画时描形的启发，他设计出了一种特殊的字帖，在白纸下方印好汉字作为参考。这种参考字在普通光线下是无法看到的，只有通过特殊的照明装置才能显露出来。这样孩子们就可以在书写完成后通过对照来发现自己的书写错误。那么他对于提高学生们的书写能力有没有效果呢？由于每个孩子多少都会有些习惯性的书写错误，我们随机抽出6名学生的作业本，由黄老师有针对性的做出相应的字帖发给他们，准备看看一段时间后他们的错误是否会被纠正。经过一个星期的练习，孩子们的书写错误能够有所改观吗？为了验证练习效果，黄老师早就准备好了给每个人测试用的字。大家拿到各自的测试纸条后，没多少时间，孩子们就完成了测试。由新宇的，我们看一下吧。他原来本子上的鞋高，你们看好短。现在的鞋高写的怎么样？就是说他改没有？改了。我们看下一个，就是他的左右结构太紧。我们看他现在本子上的字，他写要大气多了，你们同不同意？同意。孙雨欣过来，凡是有口的字，他两边的竖都写得很直，写斜一点要好看一些。我们看他现在写的字。这家字也写得不错，哇，这个品才写得好，三个口，你看好漂亮。通过实际验证，我们发现6个孩子之前的书写小问题，经过用隐形字帖一个星期的练习，的确得到了纠正。看来他对习惯性的书写问题也能起到纠正作用。隐形字帖确实对练习书写有很多的好处，但是黄若东并不满足于此，他希望通过隐形字帖让外国人通过书写可以更多的了解中国文化。那么这种隐形字帖外国人能够接受吗？黄若东想挑战一下从未接触过汉字的外国人，如果外籍人士用他的隐形字帖也可以写好汉字的话，那么这个效果就自不用说了。
在当地教育部门的帮助下，终于联系到一家有外国朋友的大型企业。就是对从来没有接触过的人，他会有这种纠错的效果吗？应当有，因为成人嘛，他一听就明白，也明白他如果真的去做的话，应当有效果。这个我比较自信，就是他愿不愿意练，这个我不太自信。哎呀，这会儿开始忐忑了，黄若东带着满腹的不确定来到这家大型企业，在和一名工作人员、一名翻译进行简单沟通后，被径直带到企业外籍人员的工作区域。我们先后找到了十位从未接触过汉字的外国友人，对黄若东的字帖进行试用。那么他们会对黄若东的隐形字帖感兴趣吗？对他们写汉字会有帮助吗？哇， good， very good。这位外国朋友第一个碎字写完，还要即兴展示一下成果。哇，那真的是这次，对，他说他还是会继续往下写。哇，太好了。看来隐形字帖提起了这位朋友的书写兴趣。通过显字装置对照，他发现平字底下的横不够长，进行了修改，看来已经深谙其中的奥秘了。哎 ，OK， very good。他真越写越好，那个字写太好了。OK。这位外国朋友洞悉了其中奥秘，显得异常兴奋。这位在仔细观察中似乎看出了端倪。I feel good。他说他感觉很好。人 ？Yeah, I feel good. Are you interested in it? Yeah, I'm interested. 他说他对他很感兴趣。他用这个灯去照他的 script 去检查他的正确跟错误。他说这种方式很好。当他在完成最后一个字的时候，然后他觉得比第一个字好很多。在整个试用过程中，虽然也有没搞清楚状况的，也有开灯作弊的，但通过这次使用测试，我们看到从未接触过汉字的外国朋友对隐形字帖充满了浓厚的兴趣，接触的汉字也比我们预想的好得多，并且能够深谙其中的纠错功能，自觉地进行纠正，看来试用效果还是非常成功的。但是没想到他们对中国的字形，对我们这种练字的方式特别感兴趣。好的，观众朋友，以上就是今天我爱发明的全部内容，感谢您的收看。如果电视机前的您有什么好的发明和创意，可以和我们的栏目进行联系，或者登录我们的官方网站和新浪微博。感谢您的收看，同时也欢迎您继续锁定科教频道，关注其他的精彩节目。我是陆博，我们再会。新发明如何从幼稚走向成熟？发明人怎样用实力证明自己？不断挑战，他们能否再创辉煌？请收看《我爱发明》，发明欢乐会。